叫沙利，真是的。这把一定说难打 ，Apex 简单，很难啦。滑铲就好，滑到别人面前送。久久玩一次是蛮好玩的，但是排位一高，心态就没了。我现在当个铜牌，菜鸡互啄，就体验就还不错。有人，有人，对，对啊，那个体验就还不错。要死了！铜牌轻松虐，确定。我以为你要直接跳在上面，我怕摔死。哪里啊？RKA。哎呦，飞罗。晚上再讲，再见，再见。这里有半截，要吗？没事。大小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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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要吗？我怎么刀塔下没有个人？没意思。真的是恐怖游戏，还好你没被打死。